都会听，唱的歌很歌哟。走进商店，这女店员怎么有点面熟？为客人装袋超级认真，原来是 TWICE 成员子瑜现身百货柜位，似乎是参与活动化身一日店长，被粉丝捕捉。认真工作也不忘摆出各种 pose， 合照比爱心，来者不拒，宠粉福利给好给满。能和偶像近距离接触，粉丝把握机会。接下来子瑜恐怕要忙着跑行程。9月6号，子瑜就要推出首张个人迷你专辑，经纪公司宣传不手软，各种美照陆续释出，官方 IG 头像也换成了专辑封面，还有超可爱的幕后影片。不只有甜美风格，还有性感的子瑜穿着红衣来到街头。这次专辑将会推出6首新歌，目前唯一有公开的就是主打歌曲《Run Away》，其中还有一首歌是子瑜亲自参与创作，亮点满满，粉丝期待值瞬间被拉高。TVBS 新闻范宇轩、沈寿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